相隔多遥远，妈妈都不管在哪边，还是想你的温暖，只盼望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吃饭。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现在开始，就是咸我能闻出来，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炒个大出来。你能把牛豆腐变成臭豆腐？你俩咋认识的呀？差过架吗？王小明是你们班的，他结婚你们随了多少份子钱？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你就确定这个节目是做饭的吗？你会做饭吗？哦，你会做。这个交给我吧。小点声啊，别打扰我们说话。叮当当，王小妖，当当。干嘛你？你别可念叨我，你在做酸菜。我擀皮儿一包，不给你露一手，在江湖上怎么反应？我23天掉了27斤，每一天就这样蹦。这叫嘚瑟，知道吧？嘚瑟。2/3，走，尝尝。你先尝尝。真香啊！吃。饺子就算。这是好孩子。为什么别人家的狗都这么乖呢？来，爸爸。哟，他喜欢你。大伙儿都说呀，秋哥老师这饭做的不得了，衣服好看的不得了，靴子好看的不得了，确实是这样啊。你穿着这个新的靴子，再上我们厨房再去炒俩菜，还去一次。大伙儿喜欢，说一看到张秋哥，就感觉到了生活的热情和激情。男的说的，女的说的，就说的女的。那我去吧。哎，那我得带个人吗？带谁呀、什么意思？女演员，胖胖的张海燕。您当然可以。确定吗？确定，确定。那就定了。1、2、1，今天我们是踩着那叫牧马人的脚步是吧？运动队，运动队，运动队，运动队。我有个问题，你就确定这个节目是做饭的吗？我特别奇怪，你会做饭吗？你没吃过他做的羊肉汤面、白水煮面条都没吃过。他做的奶茶啊？我在哪儿的奶茶？我看看，做了吗？我做的时候你没在呀、咱爸咱妈吃了。我也喝了，我也确实喝过，但是这个裤子有兜。接着说，什么情况？亲妹妹。什么情况？你俩是属于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胜似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太亲了。你俩怎么认识的？有年头了吧？没多少年，一年前吧，18岁，是吧？18岁。因为我对你，你今年19岁半。对，我正确的回答你，34年了。你俩认识34年。18，那个叫青春万岁。那时候已经海燕很有名了。上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集中注意力的？我怎么总弄不好啊？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使劲听呗。得锻炼锻炼意志。我打球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天塌下来都挨不着我。我说呀，对什么有兴趣？注意力集中。我吃肉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吃白菜就差点。但是我觉得我哥还是越老越帅，年轻时候还真不是这样。现在接着说。好，真的，他现在越来越帅。他现在你看，穿着现在挺有品位了。你知道为啥吗？为啥？就是我们在一块时间长了，那个重量什么都上来。对，全上来了。以前小腰也就是20吧，最多。后来就奔着我妹妹这样。重量32什么？天天在家吃啊，我会做呀。你会做？对，我比他会做。海燕真的。我比他会做。我觉得今天呀，人家秋哥说了，说你最拿手的是一种饺子。他吧是最爱吃我做的那饺子，而且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吃了。
对，是妈做的，我吃过。但是你也多长时间？你给 我是多长时间没做了？但是你先吃这小妈做的，才吃咱妈做的。咱妈做的，对，现在这饺子让我感动了那么多年。海燕的爸妈也就是秋哥的爸妈。对，但是我爸我妈妈呢，对他比对我亲弟弟还好。我们家那会儿做完饺子，第一锅先搁到保温桶里边。啊，我骑着自行车，先给他送到青义，这是他得吃第一口，然后我再骑着车回来。那时候可不像是这样的。妹妹，你为什么如此这般对咱哥呀？那我爸我妈喜欢呢，就非我爸我妈为什么如此这般对秋哥呀？下药了呗，只能说下药了。你到这儿来，你来下药。行，来我来洗手。面团，我给你拿着，我去。在冰箱里啊，冰箱里啊。啊，这谁做的饭肯定好吃。这谁干的？妈呀！你干嘛？我就跟着你吗？这表示认真吗？哎，我们家有一个猫叫朵朵，朵朵就是老跟着，跟着，跟着。这面怎么整？其实我说说啊，这个面吧哈，蒸饺是要烫面，但是不能全烫，得烫一半，那一半是用凉水和，然后再把这两个和在一起，那样吃起来才筋斗。先醒会儿啊，然后咱说这酸菜啊，咱把酸菜切了，先把这酸菜切丝儿。哎呀，一晃多少年了，我妹妹真的。没吃到妹妹包的饺子，妹妹一长大了之后不好管了，排气越来越火。我告诉你，原先吧，到家去，你知道吧，弟弟妹妹爸爸妈妈一个桌吃那顿饭真的太香了。哎呦，现在都没时间坐一块了。后来随着他长大了再一次聚起来，小特别特别难。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这种场景在家一块坐着吃饭了。好多年了，秋哥，真的好长时间了。这个交给我吧，不是你俩聊一会儿。行，你来 吧。小点声啊，别打扰我们说话。行，有俩菜刀吗？有。频率，你看这个频率，你要看老头，那老头岁数大了。这样。张秋哥。老太太呢？大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不怎么地。你这都没牙了，还能吃这玩意儿吗？一边去，一边去。这是小伙子。节奏，噔噔噔噔噔噔，王小丫，噔噔噔。干嘛你别看念叨我，你在做酸菜。妹妹，你看我这酸菜剁的怎么样？行，这是一个好丈夫。好丈夫，别做了，搁点盐。哎，你哥呢？上次来他就说呀，他对酸甜苦辣，都能够表演，但是对咸他觉得表演不好。你教教他。不是，我演戏没问题，就这种无实物的这种东西，我真演不过他。喝粥给你演过没有？哎，喝粥没演。对，这个强项，他喝粥特棒。别呛着，慢点喝，哥。哦，馒头片，哎呦呦呦呦呦！你看我刚说完，你别呛着，别呛着。你别恶心。来，对吧？哎，这个在表演上叫无实物，对，它不是哑剧吗？是不是就是哑剧的意思？无实物实际上戏剧学院是专门的一个。锻炼注意力集中和信念感啊，你就要相信这个食物在。当然，重量感、体积感。哎呦，我哥这个味觉真比不了。比如说吃饺子，真烫啊！嗯。烦人，蒜皮儿，妈，我都流口水来了，那弄的还想那碗粥呢，辣吧？再吃个饺子顺顺。
剩一坨肉。嗯，它带筋的，你在这嘎嘎的。再搅会儿，再搅会儿就烂了。烂了吗？完了吧？哦，完了，噎着了。水，噎着了，噎着了。啊，顺下去了。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呦，眼泪都快噎出来了。出来了，你这别浪费，别浪费，浪费了。我告诉你，所以就是演员无论做什么，就一个相信，把它当真的是吧？我开始包了啊！我擀皮儿，你包，不给你露一手，在江湖上怎么反应？说这个蒸饺一定中间留一个骨度，这样蒸的时候底下好不会那个透。哦，底下厚一点。对。嗯，对。行啊，我哥真什么都行，真的。你想他没有饺子皮儿都能演像，有饺子皮儿那岂不是更像？薄皮大馅，自己家里。薄皮大馅。对，其实我包蒸饺啊是要挤的。其实我没有吃过酸菜馅的饺子，我吃过酸菜穿白肉酸菜。大舅哥吃这饺子都能玩命，就是每次吃完这饺子，你知道我们家在家还吃啥吗？吃酵母片，我妈都给他准备，就不消化吗？一个人的成长的道路上有这么一段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这种亲情，他最后成为了骨子里头和血缘里头的一份挥之不去的这种烙印啊，这是挺珍贵的。我们家真的，你看有任何事儿，有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有一次我爸去看病，完了就是觉得好像就是癌症那个指标有点高，我爸就有点害怕了。然后他呢就带着我爸去另外他一个好朋友那儿，那是特权威的地儿，跟我爸说，老爷你放心，你身体比他身体都好。就这一下老爷子就放心了。都是我不在时候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因为他说我拍戏啊一忙去怕我着急，他都不说。所以他跟我们家老大一样一样的，就亲生的一样。尽管没有用它，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厨房用油是由盛州提供的白金优选食用油。盛州为国人治好油，等着饺子熟。我觉得跟你哥，聊天挺高兴的。我觉得他这人挺纯粹，他特真实。哎，然后呢，他不假，而且这人吧，心里头善良。对，我问你，像演员跟导演这种关系哈，你后来你拍戏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导演特傻，你怎么办啊？中途也不能撂下不干了呀？我肯定不干嘛。啊、你跟我说清楚，你跟我说的有道理，不道理我肯定不会演嘛。这点我演不缺心眼吗？我曾经就在现场就没影了。不演的话，对剧组也损失啊，这角色。他拍别的呗，明天再说，晚上跟他谈完了，明天再说。我估计啊，他导演第二天就把那编剧喊来了，说赶紧吧，给他写死。对，这哥们不演了，你赶紧写上去，把他写死了得了。不是，首先演员我这不谈到吗？要有资格，然后要做功课，所以一定要问演员，你到时候来干嘛来？我拍戏，你演谁？你演彭德怀，你连彭德怀你都不知道。你演过彭德怀吗？对。你是参谋长啊，还是射击手？你不也一样吗？我怎么了？你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什么意思？你是指挥员就不该到这一线来吗？再卖你也甜心不痛，快说说情况。我23天掉了27斤。你怎么掉下来的？我不吃东西，就吃黑巧克力，每一天就这样蹦，就这样蹦，连续的就这样往起蹦，仰起头。27天。等等，为什么要仰起头？受这儿。哦，真的？对。我这腮帮子大，就是不，我比你大多了。对，不听我说，你比如说你放松，这叫抖胸嘛。然后仰起头，看着那儿，看我，这叫嘚瑟，知道吗？嘚瑟，嘚瑟吗？不是，今天这对象，哎呦，太怪了。我哥特别特别敬业，真的，他演个话剧。哎，我教你一个甩指的，手这样，这样甩，每天10分钟，什么脂肪都甩掉。我肯定不甩。别顺撇啊！先对对，然后，哎呦呵呵，没有，您的手没甩。搁上。你手没甩多久？不是手怎么甩？你看啊。
一定要在屋里关着门啊，要不然你精神病。你刚才看我的那样，你特过瘾是吧？这个一定要关着门练。对身体特别好，而且对腹肌、对那个脖子，但是小鸭是都下来毁容了。这个腹都下来就应该，我再教你这个啊，就应该成这样了。你会这个吗？来，手捧莲花，莲花盛开。哎，莲花掉了。嗯，到后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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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来，走，走。走，靠住！我天，肚子堵，真好吃。你特别适合演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就要找那个来尝菜的人。你特适合这个。我跟你说，你都假吃。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有一次我们在剧组拍戏，那个老头啊，别人十个人能吃十分之一，剩下十分之九全让他吃了，见啥咔就吃。有一天我们看一个白菜。我吃了一口，我吃不了芥末，吃了一口。我眼泪出来，他说你哭什么？太感动了，像我妈妈做菜。老头下死手，咔一筷子，啪搁嘴里了。哎，妈呀！芥末油，有的还挺快。没晕了啊？没有，那家身体的状指标都比我好。哎，只要大衣一开。叉子、勺子、大号、小号一排，唰，那不是个吃货吗？这一共三场戏，跟了六个月，您想想，上气儿了，十分钟。太太的调语品喊你回家吃饭，同样呢，太太的调语品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呢？你现在你回到海拉尔，你经常回去吗？我每年都要回去两三次。比如说我现在啊，我回到我的故乡梁山，我很多小学同学啊都在那儿哈，他们过得特别的安逸。然后呢，其实很难理解在北京那么节奏快，很辛苦，录一期节目一站好几个钟头，太辛苦。以为我们在北京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哈，但是有些时候呢。我就还是愿意回去，就是什么呢？你会感觉仿佛时光倒流，就突然小时候的那些，对对对，坐我同桌的那个特窝囊的一小男生，现在又当科长了，对对对，哎，就那个，哎，你还是觉得那个亲情啊，挺浓郁的。你看那个谁，乌兰托嘎写那首歌叫《往日时光任你生中最美的珍恩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我们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替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无数遍哥完了永远在提，每一次讲的都那么津津有。哥到点了吧，我正是在，哎，咱俩太不应景了哈哈，人家正在，我正是在关键要把艺术收口的时候，你们啪家完了，不是你就正好收，正好他也收，你看是不是？哥，毁了艺术，吃药呢。我打开了，好，你看海燕的，来，海燕可以了吧？可以了，二问三，走。哎呀，心情全上来了。哎呀，一说海燕，心情就上来了。你看，都鼻子跟小猪似的，你看看。多大的你别教我呢，你别撞着我。不是，为什么以后我这样，我要见着好吃的高兴了我就这样。王咬牙。你只要不要在剁馅儿的时候叫我就行。但海燕总想减肥，我就不想让海燕。拿筷子吃啊。你真的。尝尝。不给他吃。你先尝尝。嗯。牛油。真香啊。一点妇女的善良都没有，你们一定要有母性啊。
说句实话，是这样的哈，这个酸菜酸的恰到好处，但是这个肉馅儿呢，它一点都不肥，还是有点肥肉哈，感觉这里头都是瘦的馅儿。来，你吃。好。出什么人？我给你吹点。嗯。哎，你别烫烫烫。烫。哎呀，你就一块搁进去，我自己还不知道烫。其实还应该弄什么，你知道，把那个蒜。倒点蒜，你俩吃蒜吗？别拿手。哎，像你哥这么爱自己的人，可能不爱吃蒜。我不爱吃蒜，我老吃，抽的我得了。怎么了？该吃呗，这吃那个，你不吃饭不香。你妹妹已经吃了，我也打算吃。你要是不吃，你就是少数。不合群儿，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多数，你就不合群儿。不是，也没有干吃蒜的，这不有饺子，不是有饺子吗？那你刚才给我跟那个赏的似的。啊，这都给你，快吃。嗯，饺子就蒜，吃个真棒。你吃一个，要不你真不合群儿，要不你不合群儿，吃一点。你要不吃这个大蒜，晚上有接吻的戏。你先吃一这个，再就一蒜，咬一点啊，行了，好吃吧？这才是我骨子里头特爱吃蒜，然后要假装上海玩。实际上我告诉你，蒜就是饺子，香死了。你知道吗？蒜啊，还有一个就是负负得正，你吃一半吧特臭，你吃两半吧，哎，不臭了。相当好吃，当然，尤其那皮儿多筋斗又不粘，对，谁擀的？真好吃，又说谁会做拔丝啊？朕在此，这什么都不放吗，哥？哎呀，我告诉你，有人水拔，有油拔，我告诉你，我就独拔，从这儿拔，往门口走，走，完了，已经失败了。哎呀，大哥，走，走，往远走到天津去。哎，这是点海莲，对，当然，实力就是尊严。你给我们做个甜点吧，甜点啊？听说谁会做拔丝啊？谁会做？我不会做，谁会？啊，朕在此，真的假的？来，我看该跟你说。亲自让朕，他是从上海来的啊。上海常常有一些小情小调的这些美食，比如吃一个土豆呀、啊。但是拔丝土豆还真，拔丝土豆那还真不是上海本帮菜的。上海是属于什么蜜汁小拔，蜜汁小排。小排，蜜汁小排。哎呀，你看我们俩女人多能干，谁做呀？到底谁做呀？我做拔丝地瓜。有啥咱做啥，我告诉你，现在有白菜，我可以做拔丝白菜；有萝卜，我可以做拔丝萝卜；有草莓，可以做拔丝。你可以做拔丝。我最牛的拔丝冰激凌。你看，他都知道我做过拔丝冰激凌。我瞎蒙的。行，别白活了，可动了。当里当，这是哪儿的地瓜呀？一点不软和，这地瓜一点不软和。不，海拉尔的地瓜结实。不，海拉尔的地瓜好。我是说，你说那个一切就是我们海拉尔就不出地瓜，你知道我们海拉尔出什么吗？土豆，一定是沙子里头种出来的土豆才最好吃。呼蒙的，你白活吧，我给你切。还是这点事儿吗？妹心疼哥，你白活吧。把油搁上。张大白活。把油搁上。我给你打下场。油啊！哎，这锅行吗？行。倒多少油？倒好油要多用，好，再倒，倒，要不然真的够不着。你起码要没过汤。OK， 我知道了，你是把这油一块用。来，你看啊，一般来说，做拔丝它可能那个要挂点姜啊，挂点叫挂糊，你知道吧？挂糊这些东西啊，都是最简单的，最关键的是糖。就那一瞬间，快一秒也不行，慢一秒也不成。然后就从这儿，小丫，我真不瞎说啊，从这儿拔，往门口走，往门口走。不，哥，我问你，小丫，哥，哎，等会儿再说。我问你是这么直接走，还是可以这么绕出去？绕出去也可以。就从这儿绕到门口。就是他拔的丝儿能转弯，这样的。我告诉你，我们班同学跟我们聚会嘛，我们班同学说，我说我你看，彭军，我说来往门那儿走。我告诉你，我要拔了拔丝往门那边。彭军看着我，就意思就是疯了，说我等我做完了。那天我还喝了好多酒，然后拿着来，彭军，拿筷子，拔，往出走。彭军，哟，演，哟，演，哟，演，那好，你也不信是吧？这样吧，我们先想象一下这个已经拔好的丝儿，来，我给你一筷子，你先拔一拔。要是一会儿眼砸了吧，你这已经拔成功了。来，我就无失误了，对吧？对，你要炸完了以后就没丝儿了，你得直接拉是吧？先拔，拔完了，拉出丝儿来吃。哎呦，还挺黏。你别说话，你看断了吧？你不是你这得一气呵成，你这我正拔的，关键说你哥油对拔，对拔，看看
活了什么看看。哎呦，走不走？眼神放光，还接着走吗？走，走不走？走，走不走？找你，走不走？找你，下走。哎，这够长了，有两米了，有两米了吧？哎呦，我去，我去，太烫了！不搁水里粘一下上牙糖，是不是粘一下上牙糖了？美特鸭手里头，能说多放点油吗？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浪费。够了，够了，够了，把火打开呗。秋哥老师，吃饭对您来说完全就是多余，真是每天一到饭点演一演。好了，死了，完了，每天都牙牙吃，最后，最后就跑步了。你以后到这儿你就得做袍子证，我先试个油。不行，差不多，我跟你说，绝对不行。哎呦，绝对好，太油了之后，它就是不是是我做还你们做呀？别管，我这眼睛能看见温度。那你眼睛老往那边斜，怕你看不着吗？不是，不是，你们有事求我也不能这么干。离远点，别溅一身。我告诉你啊，一定要关火。我告诉你，这个是绝密的。就是当你油多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火关了，因为它往外溢，溢了之后特别安全。我就着过，然后下，知道了吗？这就踏实了。你哥这人做啥？就是一定要关掉，然后小丫，开锅。对，你这样就安全了嘛，对吧？我有时候形容一个吃的，他们已经馋的都不行了。我说，哎呦，我告诉你，就那个肉往里泡的茶粥，喝一口。奶茶，然后把奶茶里那个东西，哎呀，太好吃了！你都知道太好，那旁边那个哎，张老师，你什么时候领我去？我也去吃那个。我跟你讲，这真的，我骑摩托后来，那个粉条，哎呦，我跟你讲，煮多长时间都不带来，那是真正的土豆粉。完了，你往上再浇一点葱，完了稍微往这边弄，再带点醋。那味儿，哎呦，太香！张老师太好吃了，你什么时候领我去？我告诉你啊，可以吗？你这表演啊，如果在夜里11、12点做这个，这害死人！怎么？对，肯定的。你看这时候要关火了，这个千万不能黑，跟我这皮肤一样不行，一定要像海燕这样的皮肤偏黄，你知道吧？也不能太黄。黄会说话吗？我这次去到宿迁，完了他们说我们这有个百年的老店，吃什么叫黄狗猪头肉？去了到那一坐，哟，我说坏了，我说你这黄狗猪头肉，我不吃狗肉啊，是狗啊。你听我说，后来，哎呦，张老师这里头没有狗肉的，这个人呢姓黄，他管他叫大狗，所以叫黄狗猪头肉啊。我说明白了，我说这黄狗做的猪头肉，不是是人命，嗨，人命海参。面不是那个吗？我做的面叫海参面，对，海参面，海参呢？黄狗做的猪头肉叫黄狗猪头肉，对。秋哥做的红薯拔丝叫秋哥红薯，秋薯叫秋薯。小丫，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比较什么？就是你是不是属于那个喝清咖的很优雅？哥，我给你拿一盘子吧，一会儿好拔丝。准备战斗，战斗！你看小丫，我一说准备战斗，小丫，哎，小丫，你是在军队大院待过吗？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当上兵。我天哪，你要是当兵穿上军装，我估计一半人都得疯。是吗？漂亮，穿上军装更漂亮。我穿军装呢？对方敌人投降了，真的。你那头我能把他坐死呗？是，都不用拿枪，是不是？坦克部队到了，全都是机械化，坦克还要大哥，来，等等，这只是油炸这个一定要趁热，这个要趁热的，是，你给我一个锅，给那个锅，快快快，倒上，烫，这也不能凉，这行吗？这铜锅行吗？哎，不行，哎呦我的妈呀，完了，今天把钱给你，倒那里边，宝贝，今天哦对对对，今天是油吗？这里面，这里是油吗？可以吗？可以，是油，好。留点理由对吧？今天前功尽弃，不要底油。我告诉你，有人叫水吧，
这今天我告诉你，我今天特别像你，我今天太太这样的。我告诉你，今天我说全砸了。今天你演一口这锅吧，这锅就这样。要这样的还是要塑料的？就这样。完了，没放油啊，就什么都不放吗，哥？哎呀，我告诉你，有人水拔，有油拔，我告诉你，我就独拔。你这是干拔？就干拔，独拔吗？我这都不告诉别人，我传女不传男，所以我就，我现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多人跟我说，哥，你传女不传男，你指他一下，你为什么不指我？我是男的。不是你俩一块儿？你要传你们俩就完了，还传他呀？怎么？不用。不，他这假肢没事。不是，我告诉你啊，沈阳，这个炒炒，我今天啊，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这一下他做不好就赖你，肯定。不是我告诉你，这个糖和这个是有比例的。你知道，你要一般，你看我都不那什么，不管的。他稍微有一点拔出来，他说哎断了，他说你多加那一点儿。而且这个锅做我还真的没做过，小丫，我告诉你啊，你听我说，就是这个糖啊，一定要看他心情。不点少，你一定要看他心情。你太这个，就是他缓得太快了，哎，你看啊，缓得太快了的话，他就一下子就容易猝死。如果你要是慢一点的话，你把他憋死，你就一定要让他顺着气儿，哎，糖糖，听话，好孩子，画画，别给我丢人，你别动，你别，哎呀，我天哪，我现在你千万别管，不是你不知道，你身上，我住，哎哎，哥，不是这火太大了，要红，哥，你看我这，对，你弄你的，摁住他，你摁住了，这块我来，你弄你的，来了，小杨，亲情上来了，别着急，你看，小杨，你一定要退火，你看炒肉，所有的都得要。幸福你准备拿那个别耸肩快快你看拿那个哎等会儿我告诉你道那么大还是顺绝窍就在这儿了怎么着诀窍就在这儿了等会儿啊高道低道哎低道别道等会儿我怎么害怕呀这个糖是假的吧啊你是不是把盐哎别动不是盐吧别动啊别动好走完了今天肯定失败了来别动哎别颠勺别动不必须得颠哎呀藕断丝连呢大哥你给他长点脸这么刺的糖这锅我也没用过金刚锅不是哎呀完了这次真的完了这次肯定要失败了不可能肯定要失败不可能哥我信你来你立马死不敢别动来对走走往远走别使劲抖走你看哎这边还连着呢当然连着呢连着别动别动用脸上连着呢别刮了就折了一个伟大的剧图行了别弄了行还真是到我这儿别让人家把人家吓到这儿呢小鸭赶紧到那儿哎我能倒一点凉水倒凉水站一下来你再拍一下小鸭走小鸭慢一点慢一点哎你看看看看小杨看看尺子呢我看看你看几米快哥快咚哥咚量量米数咚全国第二无敌是多梦多么寂寞无敌是多梦多么空虚哎真的你看看你看还在动小雅你再走还有走你看看哎呀来镜头看看小雅你还走你看还有没断你看看没断小雅真没断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沉小雅我真不是瞎说哎呦我的妈小雅的厨房没问题这得有几米啊这得看看晶莹剔透嗯他已经唤醒了他最美丽的时候让你们享受他的最美丽啊哟觉得这红薯吧红薯不好拔没有土豆好拔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走你你看哎呀这不行这一大块就不行了太棒了我不吃我哇这个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啊就转糖饼的那种感觉啊哇哎呀在江湖上啊你不露一手吧有时候江湖有反应
干嘛？对呀，我刚才说的时候，你那表情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真的我受到了侮辱。他拔的丝儿能转弯？我觉得一会儿你演一个不就行了吗？演，哥呀，我错了。实力就是尊严，走，往前走，到天津去。怎么的？想到济南呢？奔济南？你看小燕。啊。小燕，别动了，让他自由展示。啊，美呀，飞吧。太太的调味品喊你回家吃拔丝红薯。同样呢，太太的调味品提醒你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你就能知道这个拔丝为什么它能拔到天津呢？就是咸我能闻出来，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肠子打出来。你能把牛豆腐变成臭豆腐？你俩咋认识的呀？差过价吗？王小明是你们班的，他结婚你们随了多少份子钱？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地瓜不太好吧？那你干嘛要拔地瓜呀？我一定要知难而上。你为什么不拔？你为什么不啊？你看这个，不是我，我就把这个说了之后，你就感觉到，哎呦，秋哥真了不起，地瓜都能拔。嗯，就这意思。再一个，我为什么要做拔丝？你知道吧？实际上我参加你这节目，我就想有一份亲情在里头，就是海燕。啊，我们就像这个丝一样，永远不会断。你知道当时你们把那个丝拉到很远吗？我真不希望断。嗯，但是小丫你知道实际上走到那时候已经断了，但是我们俩一直在说真远的，他拉的时候真远，实际上我们的心里永远在一起，永远不会断的这根线，永远不会断生命的这过程，拔丝地瓜。